们每年从前年开始，那推出消防行侠阅历，非常受到好评哈。那当然阅历很抢手，那个没有话说，那是一定的哈。连续两年再推出以后，都会接到有一些市民好朋友的打电话，说要认识我们的消防人员哈，非常有趣。所以额外跟大家报告一下这个差距，我相信今年我们这一届，我可能也会接到电话。